大家好啊，这里是远古惑仔现古惑帮频道啊。今天呢，是一位大爷来到了我们频道里边啊，说是关于说孙子的一件事情。哎呀，我真头疼死了！原来我这个孙子从小学、中学很顺利的考到了重点高中，在班里门门功课都是前几名啊。现在老师经常来找我，是因为什么事情过来找你啊？迷恋于什么网络游戏上，同学的打，这没办法了。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个网络游戏非常影响到了他的学习，而且咱家这孩子他原本是个很好的孩子。这孩子现在您自己带吗？我和他老伴两个人给看着孩子，我父亲撵也撵不上他，说也说不听他，你打也打不疼他，我也舍不得打呀。他爸爸妈妈吧，很早很早就出去打工去了，把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留给了我们看着，一步步把他养大了。这朋友同事谁见了谁说，这孩子长得也好，学习也好，心里真高兴啊。现在你看看，迷恋于这个游戏。从您这个层面，您没事告诉他这个学业为重，游戏这些东西得放一放。我和老伴天天说，时时盯盯盯他，说不通他，生到什么程度？有一天了啊，看着大裤衩子小区里头跑，喊谁的喊什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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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什么牛逼，什么什么牛逼。哎呀，我也听不懂啊！我知道大概是什么事了。啊，是一个世界赛啊，这个跟你解释多了，可能你也听不懂。但是当时确实在这个游戏里面出现了一个很让人心烦的事情。我一看这孩子怎么傻了，怎么吵了，怎么神经病了，是吧？他爸爸妈妈回来，我怎么交代呀、啊？你说说，我和他奶奶这一把年纪了，这个怎么办？你说，帮帮我好不好？您稍微控制控制啊，小子。我都没脸和别人说呀、啊，我这个孩子没钱呀、啊。啊，我和老伴也不会用什么微信啊，都是用现金买东西，把钱放抽屉里，他看到了他就偷我的钱，上外边去上网，我真丢人呐。那您现在对我们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劝劝这个孩子，教育教育他。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认为吧，孩子可以有点文，有点爱好，但你不能迷恋。学生嘛，还是要以学业为主。这个戒网瘾啊，像这种孩子的事情呢，我们之前也有做过，但是这个过程啊，一定是摧毁重塑，是一个极其痛苦的一个过程。全程我们会记录，到时候给您看啊。您如果要是觉得不忍心的话，也第一时间跟我们说停。但是我觉得是有办法和有信心把这个孩子改造回一个您希望的一个方向。像个什么的孩子？哪一个？这个？哪一个？哦，这个后面这个。哦、这个是。我看照片啊。是他吧？应该就是。我跟着他。这样大招，我找地方停车，你跟着他。大哥。这个。对，就这样，把校服脱了，进了网吧了。好啊，好，我拿设备了，我拿这个带设备了啊。哎，这没人吧，哥们？没有。正在四十九号机上网的玩家，他是来自艾欧尼亚最强王者。我操！你是艾欧尼亚最强王者啊？你也玩啊？对，我也玩。艾欧尼亚的吗？对，艾欧尼亚的。你现在什么段的呀？我才钻石。钻石啊？对。钻石行，你哪一年啊？我看你不大。我04的。04啊？对，04。那不挺厉害吗？这么小年龄你？没有。哥应该打一局吗？我现在不打，过一会儿吧。我一会儿玩会儿叫你，好吧？行了，你先玩去啊。好嘞。你看这小哥怎么不打游戏了？他打什么游戏啊？这王者号是借的，他一打不露馅了吗？没毛病。你偷摸告诉我，小哥其实真实水平是啥？段位在塑料段位。菜刀抠脚，牛逼啊！要玩那个啥，你加我微信号，咱俩马上就一块双排一个，好吧？好，打打匹配，咱俩练一个。暂时也行，行，弟弟，我先撤了啊，晚上我微信啊，咱到一块玩啊，拜拜。我们是这个代练
确实牛逼啊，这个匹配值可以说杀疯了啊。现在这小老弟对我说是崇拜的不得了啊，我们给打个视频通话，好开始进行第二步的计划啊。哎哎，小孙啊，我这也太牛逼了，这什么时候在一块打呀？好说啊，小老弟好说。我今天晚上啊，咱俩玩的时候，我觉得你意识各方面啊，都不错啊，操作稍微有点差，这个东西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去训练出来。我这边呀，有一个职业战队的青训队，现在的招人，今天晚上找到我了，我这边可以多带一个名额，我就寻思问问你有没有想法。那肯定的呀。你想打职业吗？我想打职业。你想打职业啊？但是你现在是学生吧？你学业那边？哎呀，无所谓，不要紧，不要紧。可以是吧？好，明天还有个面试，面试完如果感觉可以。咱就直接在那里参加一点小集训，我到时候明天我带你去，好吧？好了啊，那明天微信联系啊。我知道你上钩了啊，我们是兜兜转转绕了这么多个圈，这个小孙呢终于是走到了我们计划里面了，来给我发微信，贵人，贵人。那就这个样啊，大壮，明天我们就按照计划进行。必须得现在拍吗？你要拍个什么样的？走前不对。哎呀，我跟Faker见面得把握住了。到回来一点。拜了拜了拜了。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把我放在这儿，来。Thank you。小俊，上次晚上你昨天给我来电话说这个训练嘛。青训开始了吧？啊，这孩子就各方面天赋都挺好。啊，我也跟他说过，之前我在这个催教这个地方我练过一段时间，就是有点累。有点累。但后来放弃了。就这次我又想回来再试试在职业这边的。可不，我就叫你回来嘛。怎么样？这时候还行，还可以，但是他没经过这个系统的培训，在这一块我们俩就一块来这个来试下训。那这样吧，一会儿就按流程来吧，你也知道嘛。啊，一会儿去小天那儿看看他反应，哎，看什么水平。啊，明天呢，咱们就做个集训，啊，体能测试。天啊，带咱俩看看反应。好，来这边。训练了，我先回去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睡觉啊？崔娟，通关就能睡。我崔娟这玩意儿，测反应你测不过，你能行吗？豪心壮志打职业，你第一天晚上你弄这么个破单机小游戏，你都干不过去啊！一定要在那咬住牙把它给顶过去。哎，你为什么想打职业？我也想挣那拿大奖，像EDG那样捧个世界冠军回来。这个就是赚钱吧，孝敬孝敬奶奶爷爷爸爸妈妈，常年在外地打工，赚了钱以后把爸爸妈妈不用打工了。想法是好的，就是有点幼稚。来吧，可以通关了吧？干到几点我们家我也得给他干通了。下来吧，来。咱来这儿干嘛，崔娟？做一个体能测试，体育场里边内圈啊是400米，外圈是600米。跑多少圈？这跑10圈，一圈600米，10圈的得6公里啊！不知道职业选手需要一个很好的体力啊，你像 UZI 在晒，不都得保持体力啊？你不能干2年病倒了，让我们还怎么去打比赛？对，说的有道理，明白吧？明白。自由活动活动，一会儿咱又准备跑步。跑的时候怎么跑？你跑一圈回来之后接个力，你再跑一圈。这每人10圈还是一共10圈？睡觉。每人10圈。他跑完一圈，你再跑哈。我们到时候接力就是击掌是吧？击掌。好的，好，知道了。纷争开始了。First blood！ 这小孩我看冲挺快的哈，哦，就出去了。我说按照你的速度。
老天，你快过来吧，过来吧，啊！哈喽，快快快，救命救命，快快快！挺累的。哎呦，我操他！回来了，孩子200多斤跑起来也不容易啊！快点快点了，加油！来了来了啊，来了，哎呦我操，怎么越来越慢了？ Triple kill， 跑了三圈会玩了。Quadra kill， 骑着车都觉得累。能不能也进去坐会儿？坐什么坐？人坐你也坐。Pentakill， 加速，拍掌，没拍上不算啊，赶紧追着拍。疼疼疼疼！我要打职业。那孩子在后面跟着我，我跑到小天那，小天看了我一眼，我看了小天一眼，他没把车子给我，我的妈呀，自己跑了一圈。今天就到这儿吧，来，啊，咱回去。谁让你说话？今天你的体能我很不满意，你这样你怎么进职业比赛？啊，坐下。你这个体力堪忧，要不这样吧，小孙，我这边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我这边包装你，14万块钱 ，Clinic 出道，你考虑考虑。14万能不能赚钱？我出去打电话，马上回来。考虑好了？刚才我跟朋友通了电话，我想问咱这儿有资质证书之类的吗？资质证书是吧？小翔进来一趟，资格证书你没给他说啊？忘了他说了，上一次来的时候我拍了个照。这个公司呀，它是 EDG 二队的青训队伍啊。乙级联赛可能就不太好搜了，因为他这个太多了。太多了。推销量不是这个样子。我帮你跑一趟，我去拿证书吧。好，赶紧去吧。啊，那个崔教，哎，进来，叫证书来了。把我爷爷叫来了。哎，你别急哈。我跟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哈、啊，哎，你也先在这儿一坐。我们是真的训练基地啊，但是呀，我们不是玩游戏的训练基地，真正的游戏的训练基地啊，要比我们这个累千倍百倍万倍。我们是你爷爷找的，帮你去从这个困境当中解脱的人。你知道你现在站在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上吗？原本你爷爷也说了，学习、品德方面都没问题。现在呢，偷着钱，不着学，上着网，作业不写，学习不学啊！我比你大个十几岁，你走过这些路，我们这屋里面的人都经历过，但是没有人跟你一样打职业，一年能赚几千万，到时候再回敬他们。我跟你说，10年后、20年后拿了全国冠军，那个时候老人还在。你现在个破水平，你还真能打职业啊？自己心里边没点数吗？游戏不见得不是出路，但是太过渺茫。学习虽然让你当前迷茫，但是未来一定畅通无阻。玩游戏可以，但是别让游戏把你玩的。你行不行吧？我就希望你好好的学习。你以前学习多好啊，你看你现在。我告诉你啊，真正的如果你想参加到一个专业队里面去训练，他们的训练强度要远比我们这两天大了大了大。多了多了多，你光看着人家捧杯时的光彩，你没注意到别人台下的努力啊，理解吗？理解。对不起，我这确实不对，我之后一定改。我来带回去，好好孝顺你爷爷。
至于玩游戏这个东西，有那么五个孩子，在你孙子穿裤衩子裸奔的那天晚上，这五个孩子用游戏告诉了整个世界 China number one， 也用游戏告诉了全中华的青年人，有目标事竟成，不破不立。冲击这个奖杯的好，拜吧一定接三四二一，碰杯吧。古惑帮，你们有任何喜欢的草品，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为你们推荐，作为你们的客服我会给到你们最低价哦，赶快添加我的微信号 Kiki 九六五二一 Kiki 九六五二一 Kiki 九六五二一。